我刚打了个电话会议，怎么了？我们一起去看日出的前一个晚上，我有句话没跟你说。在我出国以后，我把它写在了纸上，曾经无数次想送给你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，抬头看星星的时候，一次又一次的，我都没能把它送出去。这封写了5年的情书，现在我能把它念给你听吗？江小佳，我有句话想说很久了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看来我也没把你当成好朋友。好朋友不会这样。